家人们下午好。下午来跟家人们在户外自然光下哈、哦、来分享一个这个国食精品有时钟帝后之称的这个芙蓉哦，芙蓉石老杏哦，老杏双彩芙蓉。早期名家工作室出品，郭子阳，郭子阳的弟子哈、哦，郭子阳的弟子哈、哦，叫做小龙，哎，小龙的他的这个徒弟呀、啊、哈、哦，他徒弟早期的一个作品呐、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日志章，他这个芙蓉也这个手感哈、哦，为什么说称它为时钟帝后哈、哦？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颜色，还有它的这个石头的石头的质地，跟它的这个手感哈、哦，都可以与这个时钟帝王的这个田黄石来相媲美哈、哦，相媲美。跟家人们说明一下哈、哦，这里有一道老裂，有一道老裂，但是如果用油养一下哈、哦，这道老裂就 OK 就没有问题了哈、哦。啊，但是我们都是不上油的状态下哈、哦，来给家人们了解石头真正的嘿，怎样讲已经正经本质是安怎就是安怎了哈，袂讲哦用油去养了之后，把它的这个缺点给掩盖住了哈、哦，去蒙大家不会啦哈、哦，然后这个为什么会博弈雕哈？哦博弈雕都是因为它这个石头、哦、有碧裂雕啦、哦、有碧裂雕才会来选择这个博弈的这种技巧来避开它的这个格裂啦、哦但是玩石头、哦、一定要包容石头、哦、一定要包容这个石头它的这个毛病啦叫做石病啦因为石啊一定拢有伊个毛病啦，因为伊这个天然的这个石啊吼，伊这个形成的这个哦过程当中吼、哦，一定会有它的这个矿缺啦，吼、哦，咱讲伊个石头的毛病，就是因为伊这个矿缺所形成的，哦。但是整体来说吼、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芙蓉章啦，吼、哦。芙蓉的一个博弈的大日志章、哦、家人们可以看到哈、哦，也这个石啊，正经是咱讲玻璃地啦，哈、哦，玻璃地的讲，也这个石啊的石质哈，都是有这个抛光之后，就是它石头好的石头，它就会产生这种镜面效果啦，嘿，镜面效果。啊、它这个手感就是我们说似玉非玉更胜玉、哦、好像玉又不是玉可是它的这个质感呢跟这个手感呢都比这个玉、比玉石要更加温润、哦、比玉石要更加温润比玉石要更加有质感、哦啊、这个就是寿山石、哦、寿山石它一个独特、哦它独特的一个魅力就是在这里啦哈、哦，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说，石不能言，最可人啦、啊。嘿，石头伊无在讲话，但是伊迷人的所在就是爱你用心哦，要你用心去感受它啦。啊，每个人对这个石头的感受哈、哦，都有不同的观点跟不同的感受哈、哦。啊，这个就是玩石头哈、哦，玩石头的。魅力所在啦，哎，玩石头的魅力所在，它会触动你心灵最深处哈、哦，心灵最深处的那一种对美，哈、哦，对那一种精神啊、哦、的那一种追求哈、哦，就是无法言语，只能够留存在你心中感受的地方了哈。哦OK， 那就先为家人们介绍到这里哈，感谢家人们的欣赏。